康轩那个三知识第七题提出问题，它的题目是如右图三角形 ABC 中，三角形 ABC 中 AB 等于 AC， 珠为 ABC 外面的一点，然后呢已知珠点与 ABC 的三点的关系为珠 C 的小于珠 B 小于珠 A， 意思就是说珠 C 最短，然后其次还是珠 B 还有珠 A 最短，然后再珠 B 跟珠 A。然后他要问我们 BA 珠跟 CA 珠的大小关系，然后他的详解是写说AB 等于 AC，A 珠等于 A 珠，所以珠 C 小于珠 B， 因为珠 C 小于珠 B， 所以 BA 珠小于 CA 珠，他而且下面还附一句是逆枢纽定理，可是呢可是在这一题上面呢，他就已经跟你说这一题是要教你逆枢纽定理，可是他却还要用逆枢纽定理来证明逆枢纽定理是逻辑上是很奇怪的，所以这一题有问题。